何理由去拒绝你自己修心啊，都是自身的业障所为。其实我这个人我懒了，我爬不起来呀、啊，业障。家里人对你有阻碍了，业障。小孩子忙哦，我觉得家里忙不过来了，我没办法磕头啊，没办法度人啊，业障，都是业障。等到自己真的爆发业障了，出车祸了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师父啊，你救救我啦！这业障怎么来的？就这么来的。你天天接一点业障，时间长了，你就是大业障。